所以早上的话，来一杯这个山药燕麦奶的话，应该就是很够了，对不对？它里面有淀粉类，也有油脂类，平常喝也是很养生，对不对？所谓市售营养品是当做你如果吃饭吃不下的时候再取代，算是代替的代餐，而不是平常当做饮料喝。那回过头来，然后再来就是我换桌头在上面，回来的时候做五指就对了。刚刚看，尤其是脑血管病变、中风啦，或是半身不遂，等于复健的这个工作，慢慢他身体。请锁定养生我知道，周周来报道。